第21题，有一艘海底探测船，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率向北行驶，并每隔5分钟利用声呐探测海底地形一次，其回声接收时间依序为20秒、20秒、15秒、6秒、10秒、3秒。请问海底地形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就是利用声呐来探测、来了解海底地形。要注意的事情是，我们收到的回声的时间如果越长，就表示呢海洋离我们越远，就是海越深的意思。那么我们一开始20秒，然后20秒差不多，15秒变浅，6秒变得更浅，那10秒又变深了，然后3秒变浅，那比原来的6秒钟的还要更浅一点。所以呢，看到我们符合这样的海底地形的长相呢，只有我们的 D 选项。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海底地形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。